嗨，大家好，我也是第一次来这里，我是何俊明弟兄。那我介绍一下，阿妹，他是严立邦弟兄，就是昨天刚受浸的。阿妹，阿妹，请他先自我介绍一下。阿妹，我是读北科大，阿妹，研究所一年级的。阿妹，然后我从高雄来，然后昨天受浸。阿妹，阿妹，对，我们欢迎弟兄。我刚很摸着这个，我们是讨论这个职业啊。那这个圣经所说的职业，总是要这个加增丰富，然后也加增价值，只是要加增我们的财产。所以我们这个总要抓住这个做这个职业的原则，只要自己亲手做工，然后这个加增世界的丰富和加增东西的价值。那我们也不要太专注于这个马门，太专注于钱财，因为这个马门是跟这个神相对的。阿门。阿门。